各位早安佛光的观众菩萨，大家平安吉祥。今天一样啊，继续来回答问题，或者说延续啊几个话题。昨天呢，因为回答了问题，然后今天呢，刚好就我们的观众朋友就做了回应哦。其中啊，有一位说他住在台南，不是在询问说哦，可不可以这个怎么样捐款等等哈。这位菩萨叫星驰，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佛教哇，这个名字取得很佛教，或者说很美好这样哦。他写了哈，原来是一席法师的孙女哈。就是讲起来我就哦，他老人家的影像马上就浮现在我那脑海里哈。这个我们这位老师兄他是当然他是这个年纪比较大哈，然后因为都一直跟着大师学佛嘛，所以就让他也是在金色，就让他剃度出家，但是在金色养老这样。我都记得每一次我去看天前法师的时候，就是哦，他就很慈祥，很真的是很慈悲的一位长者哈。还有一段是师父，就是大师啊，到金色去探望老人家的时候，还跟他一起坐在那个有一个荡秋千的啊，那个两个人坐的那种秋千哈。师父跟他讲说，请他坐一起，然后问候他。啊，那个画面都被拍下来，所以您一讲，我就觉得啊，这个有些画面很美好哈。您还是我们普门中学第一届的学生呐，多么有因缘呐！哦，您说当时不懂得珍惜，也不会，当时就算是培养因缘、建立因缘，你看到现在还是很有因缘呐。哦，这个因缘，比如说。您护持佛教啊也好啊，您这个认真面对自己的信仰，认真学佛，这通通都是当时带来的因缘哈。好，这个也祝福您哦，在学佛的路上哦，继续延续你家族的因缘啊。我不知道，因为您称一席法师为外婆哈，我是跟在台北早期开印刷厂的那一位我们的功德主，也是老功德主了哈，是比较当时的那位比较早，都将近40年嘛啊。所以讲起来可能跟其他观众朋友没有什么特别的因缘但是讲起来其实就是讲因缘给大家听所以这个一脉相传曾经结过缘哦，到现在竟然是在网络世界里头这再续因缘真的是很有意思哦。好，接下来我也是回应哦，就是因为昨天不是我们有一位观众朋友说他去读个博士来看看能不能当弘法的小星星哈，好，他也做了回应哦，原来我们这位观众朋友啊，叫安诺哈，是在西雅图，在西雅图，所以呢，他说没有佛光山的道场，所以这个讲起来哈。我又要讲因缘了。其实呢，94年距离现在快30年哈，在那个时候，94年我调派去温哥华哈，那那个寺院已经接近完成哦，就剩下验收了，还有大殿的一些内装修的一些工程啊。我在那个时候调派去，我都还记得1994年1月10号。冬天的时候去那之后呢就第二个月我就接到电话是艾明顿有人来请法那么所以本山就要我过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所以在那里之后就有了艾明顿佛光山但是呢当时的因缘呢我也去那个隔壁的那个 Calgary 卡加利我记得这几位法师，我们还再来说，其实卡加利应该华人也那么多嘛那有没有因缘呢？我们在那里走只听到耳边有人说：“哎呦，现在出家人也来观光旅游啊很懂得享受，就是冷嘲热讽那种话啊，听得。”我们就觉得看来至少那个时候我觉得
姻缘还不成熟，所以还是后来就决定，本来是艾明顿跟卡加利中间要选要决定嘛，哦，最后就是决定了，就是现在的艾明顿佛光山，因为有人请法，哦，那在卡加利不但没有当时啊没有人请法，哈，我们走在那里，故意有去唐人街跟人家问路了，哈，问怎么样，哈，就被奚落一顿这样，哈，嗯，他说啊，这个缘分还不成熟。这讲缘分，那西雅图，我在温哥华的时候呢，也想，哎，西雅图这么重要的一个城市，我们应该要去找寻有没有姻缘，其实也不是没有去过，但是人海茫茫，就不知道怎么样开始那个姻缘，那如果说有那么几个认识的人，哦，去办一场讲座，可能就凝聚的一些佛教徒，说不定哈，哎，在当时也是没有这个因缘啊。所以我这样讲起来，哦，我现在突然想起来，我记得那时候在山上快40年了，那个时候，走在西进的长廊，就要去大雄宝殿了。其实我们办公室在那一边，那一位居士，很绅士的居士，看到了就跪下来。我说：“哎呀，有什么事？”站起来讲。他当时就说：“我能不能见到星云大师？”哦，你有什么事吗？他说：“我想请大师到新加坡弘法，什么什么。”哦，我说：“你留下电话。”哦，然后因为他在山上挂单几天，哦，我就后来就问了荣师傅，之后就联系上。之后就有了后面的因缘，那这位居士就后来最早的督导吧，哦，就是请法是很重要的。我现在讲起来，哦，就是回应您一来您说在西雅图，哦，没有佛光山，不一定要佛光山，只要是正信佛教，你只要可以听到佛陀的这个智慧啊真理啊，能够学佛，当然现在还好了，就如您说的在网络上学习哈，要懂得真的还懂得判断，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哈。那另外当然您讲到在西雅图那边就是有这个藏传佛教比较多，那就要看你相不相应，那你说你也有一些接触学习，另外呢您提到您的问题，您延续了一个问题，你说我们这里有华盛顿大学的佛学学位的课程，因为美国各类道场也是一个 社交平台，我不太愿意和不是正信者交流，所以就是为什么都你都自修啊？你说我昨天回答您啊，若真想学习，因为您昨天提到说要去读个博士回来哈，我是觉得说你真的要弘法，它不是只有纯粹理论呐，哦，那你要读个博士，多少年去钻研那个理论不是不行哦。你看哦，我明天哈，我就要推荐哈我们陈公让教授哈啊他。这个在那个人间佛教学的十堂课哈，这个第一讲啊，真的好精彩啊！过去两年嘛，这个行者就学者与行者的对谈哈，那毕竟就是有从这种学理上义理上钻研的学者啊，还有在修持上比较专长的行者啊，这样子谈。他有他的不同的火花，不同的学习，但是我还是要讲哦，那个陈公让老师跟那个王雪梅老师的他们的那个学者跟学者，哇，那个真的太精彩了啊！这真是哦，看了真是法喜充满。虽然他们讲理论，但我是不知道说大家可能学佛的那个基础哈，不一样，不晓得一般的大众看起来怎么样啊？但是我们看的实在是很高兴的啊，就是觉得是很重要的。但我明天会分享了哈。您提到说，说法师您建议，如果我真想学习，需要去佛学院吗？麻烦推荐一下哪个佛学院比较合适啊？大概您提到这样哈，一般我们讲
如果我讲的是以佛光山的丛林学院来说，这个佛学院它是以没有家庭负担，没有婚姻这个就是需要家庭责任，这些没有，就是单身啊，单身啊，然后年龄要在现在好像比较放宽一点，好，现在放宽32岁以下还是35岁以下这样啊，哎，那至少是这样啦，一个基本条件，然后正信三宝等等然后可以去报名啊，因为他毕竟啊，他是为什么说我们不是歧视排斥说有家庭的人哈，我们人间佛教是鼓励在居家修行的嘛哈，但是因为你去，如果我讲读丛林学院的话，丛林学院它是专修的，它必须住宿。然后只有寒暑假，如果在家种的话，寒暑假一样有放假，一样可以回家哦。其他时候呢，就是完全是住宿，住在佛学院的这个院舍是共住的，团体生活的。所以如果你有家庭有小孩这天天吵着要妈妈，那怎么办呢所以就是单身比较有这个因缘哈。好，那所以您提到说推荐哪个佛学院比较适合啊？好，那么我还是推荐您北美人间学院吧。就是这个是在疫情期间这2年前我们就是北美洲的法师们就商量那第一年的时候那是完全都在网络上学习，完全都是隔离，所以课程开得很满。那之后呢，因为有些道场就陆续比较能够开放某一些道场已经在当地有课程，所以这个北美人间学院呢它一直都是有中文，就有普通话的课程，有广东话的课程，还有英文的课程就三种语言然后有大人的课程，有青年青少年的课程，这是按年龄去规划的课程那有解门的课程，有行门的课程解门当然就是在看是以哪个法门或者哪部经典或者是我们的中门思想等等这样安排那行门目前来说就是以禅修这样子组合起来的一个这个教学系统体系所以它的大概的方式是这样的呈现。我们把这个北美人间学院它的这个简章报名这些在说明栏里头做一个连结，3月11号要开学，所以由您这个问题带出就是我希望我们观众朋友们赶快去看看那个连结可以去选修课程。那他这个选修课程不限定，他叫北美人间学院，那是因为这老师群都是还有规划，最主要主办这个教学课程的这个系统设在北美嘛所以这么说。但是您要选课呢，它是不限，因为网络哪有做限制呢你来自这个全球5大洲的哪里通通都欢迎你就按照你需要的语言呢或者是什么是大人课程呢还是青少年呢等等去选就好了哈。好，这是回答回应延续了昨天的话题哈。那另外呢我再回应一个我们这位这个观众朋友很好听的名字叫巧儿应该是来自香港的巧儿您提到说知道共修法会的直播要在4月就要暂停了，真的很不舍暂时不能在网上见到师父们啦但见识祈福法会功德仍然能够继续参加吗这个比如说每个月一次的见识祈福法会，您现在问的是见识祈福法会的功德仍然可以参加吗？当然是可以的您有心护持一样随喜护持都可以。那但是说这个法会我可以在线上会
直播参加吗？直播就没有了。这个其实真的是很确实，您很体谅，说一定我们一定是，这个诸多说常住一定是考虑了很多方面，才艰难地做出这个决定，确实很艰难，也考虑了很久，商量很久哈。您后面讲说天下无不散的宴席。缘聚缘散，有缘一定会见面的。这个没有网络直播，听您这样讲，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听起来也有一点好像，这个广东话讲要去猜量啊，就是哎呀，有点心酸哈。其实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对，世间无常的。确实是这样，所以每一次的聚会都要很珍惜，那但不在网络上也不代表缘就散了，早安佛光一样有，然后法会的开示，一样会，把它挂在网络上，那而且我想您在香港，您会知道，我不知道您住在哪一区哈。我们的佛早期就一直有佛香讲堂嘛，好，那现在还有佛光道场，所以就近去参加道场，我知道您有去，非常好的哈。好，那而且您还跟着这个香港的这个佛光道场啊，回到总本山参加大师的圆寂的赞颂典礼等等哈，就是您已经跟上来了啊，所以我们都很放心啊。我想确实其实我们一旦随着天气好，一定会越来越开放，好，那人回来的越来越多。其实真的那个摄影的那个脚架直播的那个设备，实在因为我们真的做一个铁皮屋，已经退到没有退路可以退了，我也很想把它挂在墙上，但不晓得人要站哪里去控制，这是当然是其中一个了，但总是了，谢谢大家的理解，那总是这个直播法会共修暂时是告一个段落，包含随堂超荐，本来有一些用 Zoom 的方式啊，做这个线上连结等等啊，这部分啊都会要暂停啊，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您还是回到各个道场啊，然后渥太华这边还是以现场的啊这个为主啊，其实场地的衔接也很紧张啦，就是因为只有一个地方，你这周末星期六日你能用的一个接一个，就像我们上一周，我在对我们三好儿童班的老师小朋友很抱歉，总之这时间一延后，他们上课，老师在现场，那旁边还在去当操戒，那一边还在领取便当啊，真是不好意思啦，真是对不起，所以这样下来，我其实回来的人都知道，真的道场要赶快建，只能这样子说了哈。建好之后，整个的运用会比较理想哈。那当然也希望，因为都在现场，也能够带动这个在地的佛教大家也回来希望是这样子哈。好，谢谢大家的理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谢谢大家，阿弥陀佛。